戴望舒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诗人，他最出名的作品是《雨巷》，唯美清新，因此获称雨巷诗人。但他的另外一首情诗《晚忧》，意象更是优美。令人赞叹的是，他也是一首回文诗，前四句重新组合排列，作为后四句，竟然还能合成完美的意境，可以和宋朝李渔的回文诗两相思比美。让我们来朗读《晚忧》这首诗的全文。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，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，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，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，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。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，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，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。这首诗描述与恋人相隔两地，内心思念却又不敢告白，只好将烦忧化作清秋的冷清，让人感受到丝丝的清愁。